外贸协会与台湾剧照明灯具输出路同业工会共同规划的2010年台湾国际照明展，即将在3月12号隆重登场。为期5天的展期，参展厂商反应热烈，展现照明产业正需要一个商机交流的国际平台。我们总共有170家厂商使用了404个摊位，我们完全出乎我们当初的规划。因为我们原来认为说有300个摊位就是非常成功的展览，但是没想到所有的厂商大家这样子的支持，你们给我们很大很大的鼓舞。我们希望明年我们把这个厂扩得更大，我们让世界看到我们 LED 产业的差异化。暌违多年的台湾国际照明展即将展现台湾照明产业的绿色竞争力，从灯具创意设计、创新 LED 应用到多项系统整合方法，173家参展厂商将展现丰厚实力。我们是台湾唯一一个垂直整合的一个全方位的极光灯的一个厂商，我们可以从远端呢控制路灯，等于是可以collect 它的数据报告跟等于是监控它的维修的需求。这次哈雷耀在这个照明展哈所展出的这个 LED 玻璃专灯，这个专灯呢，它荣获了目前国内外的几个设计的大奖。在这个专灯的上面呢，有一排 RGB 的这个 LED， 那它可以呈现每一个专灯都可以呈现出上千种颜色的一种变化。